你是不是便秘了？放心好了，我会救你的。这是武打片里面被打飞的牙齿，就非常的血淋淋。然后加入我们的酸奶，差不多搅拌搅拌。因为这个被打飞的牙齿啊，它被我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了很久，所以呢这个酸奶一倒进去它就变成了冰沙。你可以看到这个酸奶已经是这种固体的状态了。这样子看颜值还蛮高的耶，像是被打飞的假牙撒在血里面。哇这个也太好吃了吧。它这个口感真的吃起来很神奇，就被打飞的牙齿它吃起来是嘎吱嘎吱的，然后呢外面包裹着酸奶冰沙，酸奶冰沙吃起来就很细腻很温柔，就有一种反差感，就里面是暴力外面是温柔。所以说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温柔和平正义善良才能解决问题。你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反正这个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，真的蛮开胃的，我还蛮推荐大家试一试的。对了，大家记得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选原味酸奶，因为这个被打飞的牙齿它已经本身就很甜了，而且听说这个组合吃起来很容易喘息，我真的还蛮期待的。解决了你便秘的问题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决你掉发的问题。随便准备一包黑芝麻糊，然后我们把它口子给剪开，倒点温水进去，用夹子给它夹起来，然后呢一定要用这种有味道的夹子来夹，这样子做出来味道会更加的浓郁。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使劲的这个揉捏它，最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黑芝麻瓷团。哦，我这次做的还挺成功的耶。这样子看起来就知道你的头发有救了，真的好大一个哦，很浓很浓的黑芝麻的香味。哇，真的很好吃耶，我之前还以为是黑暗料理。它吃起来超级的松软，然后黑芝麻的味道也很浓郁，而且这个甜度也不会特别的甜，它就是那种可以让你愉悦的甜，就差不多是你跟你喜欢的人聊天，然后你喜欢的人一直秒回你的那种愉悦程度，就甜得很令人欢喜。你看它的横截面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松软。头发真的感觉变多了耶。便秘掉头发，还有你的减肥问题。It's cool out.